前方停车站是广州东站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广州东站。各位旅客，由于中途停站时间短，请中途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下车的准备。不下车的旅客，请看管好行李物品，防止丢失被盗。下车时，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出站时，车站要验收车票。下车时，请随身携带。谢谢合作。先，我过去站先。系啊，你搞掂啦。